驱魔关乃是人类在东方一带抵抗魔族最重要的关隘，它的身后就是大片的平原地带，一旦驱魔关被破，就意味着魔族大军能长驱直入人类领地。也正因如此，六大殿之一的刺客殿总殿选择直接坐镇驱魔关，守护一方。新进的猎魔团终于到了。哇，这里就是驱魔关，好壮丽呀！这就是守卫了联盟边界数千年的驱魔关吗？哼，我已经嗅到了战场的气息，快点开始团队赛吧。别啊，圆圆姐，我都累死了，想好好休息泡个澡。光耀天使团回城，开城门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高英杰，这就是新晋猎魔团？是的，总长大人。龙皓晨出列。到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用你最大的力气吹响他。圣灵星大人是负责驱魔关一切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官，他的话就是最高军令。转正号角，莫索要发动秋季攻势了。战争号角吹响，意味着魔族攻势即将到来。这么快？现在我命令你们所有猎魔团即刻加入城墙守卫军，保护城墙，奋勇杀敌。是，总长。这将是你们第一次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为了驱魔关而战。时间紧急，你们只有两分钟时间，立刻清点人数。快！还有那边，把魔晶都填满。是。总长大人，第一波魔族军队还有30秒到达城墙。兄弟们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好，我一
阴影的兵都没有孬种。胡营长，把你的鼓给我敲起来。是，起鼓。魔族已进入射程范围，给我杀！杀！营长，
荣光之灭。韩宇，不从其事，韩宇归队。韩宇来得正好，这是六界背叛飞魔，大家携手解决他。千机刺。察觉到了，高领队，你们看那边，魔族军队最核心的大脑就是魔族指挥官，在他的指挥下，每一只低阶魔族都能舍生忘死地执行命令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魔族就会前赴后继地不断进攻。那如果能击杀魔族指挥官，这些魔族军队就会立刻溃散。但魔族指挥官所在之处也是魔族军队中防卫最森严的地方。管他森不森严，杀了这个指挥官就解决了。好，一号猎魔团听令，你们与二号猎魔团是本届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，现在你们立刻出发，与二号猎魔团一起执行斩首行动。斩首行动，最先击杀魔族指挥官的那个小队将得到驱魔官的特别嘉奖，而驱魔官也会全力配合你们执行斩首行动。魔法师团准备。我会以最快的方式送你们出城，记住，这是一场闪电战役。三分钟后，我要看到魔族指挥官的头颅挂在我驱魔官的城墙之上。